中原有古国仙乐，仙乐有太子谢灵，神武大街惊鸿一瞥，就坠楼小儿一万民之前。如果你的梦想是拯救苍生，那我的梦想便唯你一人。我的心上人是个勇敢的金枝玉叶的贵人，我从很小的时候就仰望着他，但我更想追上他，为他成为更好更强的人。我在山里遇到了一个能驱使银蝶的少年，红衣黑靴，还打了一把伞，他是何人？他说他遇到了花城。原来他叫花城，这名字倒挺适合他。我姓谢，单名一个莲字。哥哥收留我，我岂能白吃白住？既要画符，画在门上岂不更好？那年花城刚刚冒头，就来给天界35位神官下了战书，他若输就献上骨灰任凭处置，但神官里谁输了，谁就得跳下界当凡人。是太子？太子怎么敢开动？结果武神打不过，魂神骂。化成出身于同武山，任何能从那里脱颖而出的鬼王都狡诈残忍善变。古人一见这又是太子？没有办法。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敢离开这个世界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有一个心爱之人还在这世上，我想保护他。强留下来你会不得安息，我愿意不安息。